大人，这就是涂老四家。大人，这边人接。 这个是我送给可盈的，哥。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。 大姐，请问你最近见过涂老四吗？最近，哎呦，得有小半个月没有见着他了。他这个人呐，整天混在那个赌场里，要不然就混在那个醉银楼里。也不知道他最近是不是欠了人家钱了，出去躲债去了；要不然啊，他就是跟哪家娘子私奔了。哎，你找涂老四有什么事啊？ 他跟一件案件有关系，就他这种人呐，跟十件案件有关系，我都不觉得奇怪。大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他在失踪之前，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吗？其实我们平常啊也不怎么见他。哎，对，有一次啊，我家相公倒是看见他，西四街的那个李铁匠，那天跟在涂老四的身后。 鬼鬼祟祟的进了家门，他们两个也不知道在商量些什么事。就李铁匠那个人呐，哎呦喂！哎，大姐，那李铁匠是何许人也？哎，李铁匠专为官宦家中私置刑具。哎，快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 你要是知道这鞭子是干嘛用的，你也跑了。为什么？谁要找我呀？哎，我们是衙门的官差。哎呦，原来是官爷啊！你看我这边拿的东西都有契约的，就是他拿了，我这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啊。不关我的事。你别紧张，我们今天来只是想找一个人。啊？找谁啊？你认识涂老四吗？ 好久没见他了，他怎么了？哎，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上次，哦对了，半月之前，他来我这儿拿他订的东西，不过我们都有协议，他拿的东西我不能告诉你啊。哎呀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哎，使劲儿。